各种器具用品的英文单词跟例句。Put the harness on the horse and hitch her to the plow. It happened is usually fired from a gun by people hunting whales. A harrow is used on plow land to break out large lumps of soil. Take your hat off when you're going to church. The headband on my head is only for decoration. They use a hatchet to chop wood for the fire. The farmer stores hay in his barn. The farmer used hay wire to tie up 30 barrels of hay. She wore a headband to keep her hair out of her eyes. The native women wear their traditional hair dresses.这 harness 是什么东西啊？把这个 harness 放在马的上面，那应该是马背上。hitch 啊，hitch 就是说把东西啊挂上去，当然也可以说挂那个像火车类的啊。挂上去，让它动啊，就让它去耕田啊，plow 耕田啊。这马具就是啊，马的上那个摆上去的一些东西啊，像古代作战啊，人要坐上去要马具啊，最明显就是西部片嘛，西部牛仔啊，他要放马具上去。那 harness 除了是马具啊以外，就是马鞍呐。啊，马鞍呐、啊，还有马这个马肚的那个绑马肚带子固定的带子等等啊，也可以当降落伞啊。他因为当初觉得有点像那个马具啊、马鞍呐、啊、那些皮带啊什么东西有点像啊。但是它最特殊还可以当形容词啊，居然还可以当形容词，就是好像很混乱、很疯狂的啊。所以这英文的意思都很多啊。它碰就是鱼叉啊。这有一种飞弹，鱼叉飞弹啊，鱼叉啊，通常的 fire 啊，不是点火，是发射啊，所以 fire 名词是火啊，动词是像那个枪嘛，炮啊，射出去都有火光嘛。那还有川普啊，Donald Trump 之前 you're fired 啊，你被开除了啊，这么叫发射啊，从一个枪，而枪怎么发射鱼叉呢？为什么人呢？就是去捕那个鲸鱼，因为鲸鱼体积太大了，所以它鱼叉做很大。那早期的鱼叉嘛，这个人一只手可以丢出去，所以早期啊，就也有啊，也有那个用鱼叉去捕，可是你扔不远嘛，一定要很近。可是你渔船啊，离那个鲸鱼太近。啊，万一被它弄翻了也不好啊，所以现代呢，就是用一个很粗的啊枪啊，这个口径刀很大啊，鱼叉很大，最主要它有点火药，可以射很远。所以以前呢，古代的时候你一定要哦，这一定要靠在鲸鱼旁边，一个人站在那个渔船的最前面，然后射那个鱼叉啊，很危险。啊，那现在，那你可能离它几十公尺啊，你就可以发射鱼叉啊，一样嘛，啊，射到那个鲸鱼的背上啊，把它固定住啊。鱼叉，Harrow 什么？猪八戒那个耙子啊，用来犁田啊，耕田犁田，然后 break out 就把一些东西弄破掉，把一些 large lump 就是一块一块的啊，土地把泥土弄松啊，犁田，因为古代那个土地啊。啊，先看这个农夫，先看，哎，这个地好像还可以啊，可以种。啊，种的话，土地嘛，啊，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要用那个马，因为人的力量不够啊，用马。那有那个马后面犁子，有时候那个没有马啊，就用那个手啊，用猪八戒那个耙子，就耙土掘松啊，掘松你才可以播种嘛。啊，土没有掘松，你种子种不下去嘛，所以那个 harrow。猪八戒那个耙子，犁田用的，啊，这就很简单，把你脱帽啊，take off 是连在一起，啊，take off 中间加个 your hand 啊，把帽子脱下来，啊，进入教堂的时候啊，要表示尊重。
那当过阿兵哥的知道，军人呢、啊、进入室内要通报啊。那外国人呢就讲礼仪啊，碰到女士，碰到小姐，要么脱帽啊，有的嫌麻烦不脱帽，就用手指啊摸一下帽檐啊，表示一个敬意啊，对女人的一个意，对女性的一个尊重，一个敬意。Headband 啊，这个什么意思啊？我帽子上面的 headband 啊，这个就是帽子有这个东西了。只是来装饰用，所以你看那个西部牛仔那种帽子，他帽子啊，帽子就是上面那个啊圆圆方方的那个下端啊，哎，它都有一条东西，就是连接帽檐的地方都是有一条东西啊。你仔细去看一个西部片啊，那个造型就很多，有的五颜六色啊，各种花纹，就是让那个帽子啊不要那么单调。那个装饰用的啊、比较大啊，实用倒没有什么太多实用功能啊，那个东西啊，他有一把斧头啊，去把木头啊 ，chop 就是砍啊，你说做菜的时候砍那个猪肉剁猪骨头也可以啊，反正就是砍啊劈啊剁啊，啊来做柴火斧头，哎，可是有人聪明啊，说 hatchet。跟 axe 差在哪？两个都斧头啊，啊，形状也很像啊。这基本上是两个不能互换了、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xe 比较大 ，hatchet 是小斧头啊。你说伐木工人啊，他那个要用两只手啊，一只手还不能、啊，两只手啊，大斧头啊，那就 axe。那有时候这个 hatchet。常常什么人用呢？就是像木工啊，木工用比较小的斧头，当然现在木工也不用斧头了，早期的木工啊，反正大斧头就是 axe， 小斧头就是 hatchet 啊，所以你人家分清楚啊，老外就说我们、哦、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说讲英文呢、啊、讲得很快啊，讲得很标准，吓不到老外啊，这个你到美国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可是外国人程度不见得好啊，有人程度不好，他们很多他们只使用英文啊，你不要以为外国人都英文程度都好，我说程度啊，不是说他会讲啊，会讲每一个外国人都会讲啊，程度啊，所以川普被人家笑说只有小学六年级程度，那当然也是夸张了，就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讲不长啊，用的单词也很少啊，但是也许是他不想用也不一定啊，啊，这个大斧头 X， 小斧头是 hatchet， 就像大老鼠是 rat， 小老鼠是 mouse 一样的。这个农夫呢 ，store 名词就是什么什么商店了、啊，动词就储存了、啊，商店叫储存嘛，囤货嘛，去卖嘛。这甘草啊，甘草啊，他在那个谷仓里面啊，那弄了很多甘草，甘草有时候、就是可以给马吃啊，啊马的食物。这个农夫啊，他用这个，哎，这个又是什么？甘草的 wire， 像中国大陆拍的叫威亚啊，就是那个吊钢丝啊，就 tie down， 用这个东西啊去绑固定住 ，tie 就是固定住啊，30个 bell 又不认识了，又来个 hey， 他用一个就是专门绑那个甘草，用这个美国西部那边哈、啊，中西部那边。他甘草都把，因为甘草很松嘛，都把它压啊，有的用机器压啊，把它压成长方形啊，弄得很，然后一堆一堆摆在那里，然后他要绑起来用那个金属线啊，绑草堆金属线就黑弯，然后是一捆一捆的，贝尔就是一捆一捆一扎一扎的啊，这个字啊，一般人也不会。他带了一个头什么东西啊，让他的头发不要遮住他眼睛，我们就是。头巾啊，头饰带都可以啊，像很多选手啊，像网球选手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还是留长头发啊，留长头发打这个网球的披头散发，又有流汗啊、汗水啊，这个会遮住视线啊，所以很多就绑一个头带啊，头巾应该叫头带啊，绑上去啊，就是头发不会披下来啊，这个意思啊。头巾也可以啦，
这 Native Women 啊，就是当地的啊，或者说原住民的女人啊，土著或当地人啊，这穿或者戴啊，这边是穿还是戴啊？传统的啊，传统的 head 头上嘛，那应该是戴嘛，那就不穿。头上的衣服啊，就是头巾啊，头饰，应该叫头饰，因为它不一定头巾嘛，有的弄花环，有弄戴花啦，戴什么，就看各个民族啊，头上那个都有各种装饰品啊，头上的衣服就头上头饰品、装饰品 ，head dresses 啊，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因为衣服是不加 es 啊，可是它这边不是衣服嘛，啊，这头饰有各种头饰，所以它加复数啊。所以 SS 后面的复数啊几乎都是加 ES 啊，自己讲这里。